民众向本所报案称手机掉入大排水沟，可否协助找寻？远警抵达现场后，将捞鱼网及竹竿两者绑定，并在路过热心民众帮助下，顺利于浑浊的泥水中将手机捞起，物归原主。另呼吁民众外出时应注意随身物品是否有遗漏，并应注意包包、袋子等拉链是否有妥善拉紧，除可避免物品遗失外，也让小偷无可乘之机。